話，佢話要食個貓糧係甜甜地嘅。我想話豆糧。係咯，先嚟到超人。大电视游戏规则，限时三分钟，一个人做提示，两个人做估，答得最多获胜。在中国的习近平，古代的文嘅建筑嚟嘅，三个字，系有颜色的，第一个字是红橙黄绿青蓝。
算係消暑啊，啱啱不知幾熱啊，淋落嚟真係 yes。我覺得我好似啱玩完水上落完咁樣咯。